巴达葡萄，医生指正中度抑郁。飞车特技，独闯风云。因为我去咗睇佢个戏嘅首映 ，send 咗 message 俾佢咯。咁巴达点讲啊？佢有啊，佢咪做成点啊咁啊？唔系啊，爸，巴达居然复马添友。佢八号就突然话有压力，宣布息影。虽然十号短暂复工，帮彭浩翔同曼珠沙华补戏。有读者话喺澳洲见过佢，但系经理人通牒就懒理。且潜水13日，佢喺微博蒲咗头啦。让你难过嘅事情有一日，你一定会笑住讲出嚟。咁好风景应该好 relax 啦。佢亲友寻日仲提供咗2张巴达嘅医生纸俾我哋，正所谓有图有真相嘛。4月3号，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中度。唔怪得金像奖嗰日佢透露话压力大啦。第二次就系8月12号，医生仲要佢唞足21日添。听讲巴达仲未承受到连番嘅负面报道噶，屋企人仲未准佢睇新闻，号码要依时食药。唉，佢全面停工，有份咩啤嗰套重口味嘅宣传计划，真系俾佢打到乱晒啊！先念慈寻日就话，日内就会发律师信，二人对簿公堂，事在必行噶啦。